Go!工作考虑吧，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训机构，过来从事这个东西就是培训一下，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问题，工资呢，工资待遇这一块相对会比较高一点。经济发展，不断的高速发展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涌现出很多亿万富豪，和他的家属，和还有他的这个股东层面，他们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。但这个职位的要求的第一个，核心需求不是为了安全，是什么呢？为了商务的服务需求，明显的一个需求就是保密安全。现在很多企业的企业家都需要一些对我的信息安全的这个。有保障的一些安全保障。